大家好，我是牛排。身为人称高雄新好男人的我呢，今天决定要来做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。我决定一个人带两个小孩，这是一个相当威猛的计划。而为了体恤我老婆在生产的时候呢非常辛苦，而且在坐月子的时候遇上这一位先生，诺罗病毒嘛，上吐下泻，根本没有好好坐月子，所以我今天决定让他妈妈好好爽一天，来欢迎各位。是对，而且我准备了一笔钱，要让你出去爽。来，爸，把你的钱拿过来。看这个公公没有表示，没有关系。我今天准备了10万块。一万块很少吗？哎，爸爸，我想象中的多。好，冲着你这句话，加码，加码，加码。我今天准备20000块，让你出去。好像有点少。你要多少？要10万，敢不敢？先不要吵，先不要吵。我拿爸爸。好，你先不要吵，拿好。No No No 这个好不好？ No 在车上，在车上。我拿对了。我老婆该这样讲，我准备3万块，让她出门好好的爽一天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希望你可以剩29000回来。我觉得这7万真的是太棒了。怎么说？因为你以前陪小朋友玩几分钟，你就气喘吁吁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不一样了。我最近有吃了我们的。怎么样？最近我有吃我们的三得利芝麻明 EX， 我现在对我的体力非常有自信。我会放心，不能拍了。喂，各位，我老婆现在出门，我们的出门仪式。用另一种方式还你。好，我再来享受，享受你投资的自己。拜拜。首先第一件事呢，陪我儿子玩。但是我不用陪他，他也可以自己玩。他可以自己玩我的天啊！这个轨道等你出去买20组哎。今天过完，他就堵到小南便当那边去了。今天不到一圈。哎，妹妹，你在看图卡哦，那你慢慢看哦，爸爸出门喽。喂，那今天就这样子就过了，我们剪影片就到这里了。我的画龙之子，先陪我儿子玩恐龙，他的轨道刚才已经放弃了，给各位看一下，他会把暴龙放在暴龙的图案上。哇，对，太棒了。再去拿！哇哇哇！各位，他不会连三角龙都知道吧？真的哎，我以为他乱放哎。他可以这样放一个小时。妹妹在哭哎。我们妹妹刚才在哭，我一抱起来，她看到帅哥，整个就安静了。你上辈子的眼光很好，你不要皱眉头。他说这辈子怎么会长这样？哎，扣你薪水。把脚架扶起来，你为什么把脚架弄倒了？把脚架拿起来。把脚架拿给爸爸，好，谢谢。好了，这是谁？哇，摸摸妹妹。妹妹说，谁在摸我？来排队，轻轻的拍拍妹妹。妹妹。太近了，你想干嘛？那是你妹。他说：“爷爷怎么在玩水？”各位，牛排听到大放送，60几岁的老水。来玩碰碰机。哦。什么意思？帮忙洗车啦。对，洗爷爷。对，爷爷。爷爷屁股有点脏，快点。他好认真哦。爸，你要付时薪啊，他时薪2000块啊。这要拖鞋子走的，牛小白。对啊。啊，还好有吃三得利芝麻明。喂。好了，妹妹要喝奶奶了呢，回家了。妹妹喝完奶奶，我们再吃吧，好不好？拍一点在外面应该可以吧。来，我们要回家了，爸爸抱抱。妹妹要喝奶奶了。妹妹要喝奶奶了。走了，回家了。
来，来，后面过去。你先去跟咪咪玩，你看咪咪多想跟你玩啊。哎，哎，发现炮来了。哎哎，哇，哭了呢。爸爸，我们抱上去一起泡奶了。好，走吧，我们一起泡奶。不要挡路。快点。泡泡泡的是很累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吧？不要挡路。你要喝水，喝水，喝水水，怎么办？骂他。干什么东西？喝水不喝水，喝水。被你打过是不是？来喝水。Oh no！ 为什么不喝水？还好我有吃三。我们现在要来喂猫了。不要撞我，顾两个小孩在顾猫，简简单单好不好？还好我有吃三得利芝麻米粒，芝麻已经快受不了了。你说我的眼泪。OK， 喂各位，现在要准备我们牛小排的午餐。喂妹妹，爸爸在准备你的午餐，你去安慰妹妹。好好好，来了来了来了。你要吃饭，你不可以只挑肉，你知道吗？阿妹，没事没事，爸爸抱抱。糖水给爸爸，快点，你的饭都掉了，好快点啊！还好我有吃三盒，那减饭粒啊。喂各位，现在妹妹要睡午觉了，妹妹。然后要放歌，妹妹的绵羊。啊！我们牛奶糖哄完，现在要来哄我们的牛小排睡觉喽。来，你的妮妮，等着牛小排哄完，换哄阿仁睡觉喽。阿仁，哎，不要走开，不要踢。哎，哎呦，没有被打过是不是？牛小排大便了，马上洗屁股。你不要突然大便了。喂各位，这不睡的小子又下来玩恐龙。嗯？脖子已经玩到那里面去了，他已经把我们家整个玩翻了。我现在打算带他出去把妹妹玩翻，顺便带妹妹一起出去散步。哎，你怎么知道要出门？他以为要看电视。什么意思？这还不放吗？还不放吗？还不开吗？走了走了走了！你踩到狗屎喽！这样他有出来玩的感觉吗？我觉得有。喂各位，刚才我们去公园玩一玩，回来之后我只终于睡觉了。让牛小白睡一下，好，我们可以趁这个时间先帮妹妹洗澡。事情停不下来，一件一件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我真的发现照顾两个小孩，事情是一件接着一件的。如果是工作的话，我可能还可以明天再完成。可是小孩完全不行，整个是非常的忙碌。还好我有吃三得利芝麻明 EX。我自己吃了一段时间后呢，精神有变好，而且也可以早起，到晚上的时候也比较有精神。之前会常常觉得我的体力不够，过中午之后就想要赖在沙发上，做事情也比较慢。吃了芝麻米 EX 之后，晚上更容易入睡了，睡得比较深沉，靠睡觉就可以把精神体力补回来，还帮忙护肝，续航力也比较好，到下午也有精神。还有一个对爸妈来讲非常重要的，现在半夜起来帮小孩换尿布之后也可以入睡，睡眠时间没有变多少，可是隔天起床的痛苦指数降低很多，可以很有活力的起床，一大早就有好的精神跟体力。回来了，好累啊！哦，你真的去买衣服？对啊，我买了超多哎。我先去做指甲，然后去逛街。哎呀，生日礼物啊！突然送我生日礼物，为什么？哎、啊欸，我刷自己的卡，以前有设两万多块。
哇，不是太多了吧？为什么就哦 ？iPhone 十八 Pro 紫色。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对紫色还好。虽然我老婆回来了，可是我还是要继续带小孩。加油！有没有看到信？哦哦，宝宝好会洗哦！你这样他很讨厌你。你们觉得很幸福啊？好好好。累吗？累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哎哎哎！这个拒绝我爱护。你刚才乱喷，那你不能乱喷。好，宝宝要。这样就开心了。对，哦。哎，你今天体验的怎么样？今天好好漫长，今天好像有72个小时时间。其实每天早上工作，晚上还要照顾小孩，还要照顾3只猫，真的很忙。还好三得利芝麻明 EX， 让我每天的睡眠跟体力得到非常大的提升。面对一打二宝三猫的状况，也还算 hold 得住，所以推荐给大家，让体力精神一起好起来。另外，芝麻明也搭配维生素 E， 能保护肝脏，也获得国家的护肝认证。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每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吃3颗，吃起来也没有怪味道，小小一颗，害怕吞药丸的人也可以轻松吃。而且三得利还针对近15000人做了问卷，大家除了感觉睡得好之外，还觉得年轻了6岁。我自己也感觉到我的体力像是回到了25岁那样。今天的挑战也终于体会到妈妈有多辛苦，完全也不输给在外面奔波的上班族，也是需要好好睡觉，好好保养肝脏。所以推荐给女性朋友们，各位爸爸们可以买给老婆当母亲节礼物，照顾老婆。就算我今天一次照顾2个，你还应付得过去。但有好的睡眠，维持精神体力还是很重要的。推荐大家一起来吃，现在购买还有送3天份的增量包，可以到我的说明栏点击购买。大家下次再想看我拍什么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点赞我的脸书粉丝团跟追踪我的 IG。